找房子办好了。是他，这整条街都是你们家的。嗯，等过几天天冷了，你们就到这里面画画，这样就不用风吹日晒了。这个商场也是你们家的？嗯，这商场里都是大牌，我们这些地摊画画的在里面也不合适。合不合适我说了算。算了吧，没关系的，商场规矩多，我们几个喜欢热闹也不习惯的。行吧，如果之后有什么需要尽管联系我。哎，上。之后我脑子里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在这条街上，只要不犯法，我都满足。好羞耻啊！那个，我先走了。谢谢啊。各位老板，各位董事们，晚上7:30，校园门口老坛烧烤举办开业大庆典，请各位老板准时莅临指导。怎么就咱们三个呀？群里不是还有一个什么叫烈火战车吗？他是谁啊？他也是咱们美术专业的，大三师姐。咱们美术系的？嗯。我怎么不认识啊？咱们系里的我都有微信啊。对啊。哎，师姐，来来来，到这儿。小霞，他就是我刚刚说的咱们大三的师姐沈薇涵。谁啊？这姐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他是我同班同学白坚吴兆宇。沈老板好。我记起来了，你就是砸我鼻子那个死女人。你骂谁呢？你知道鼻子对我多重要吗？你那一下我可是计算过，足足位移了1毫米。哦，原来你的鼻子是假的呀。假的？我浑身上下样样都是原装货，浑然一体。居然，你这位同学是脑子有坑还是心智不全呀？徐然，学姐，你少说两句。你这位朋友长得不漂亮也就算了，说话还如此歹毒。你说谁丑呢你？我可没说你丑，我只是说你不漂亮。你丑吗？你说谁呢？你和谁在一起啊？在哪儿吃啊？这是哪儿呢？脖子上还有酒。你还能喝吗？喝啊。有没有精神错了？来，交杯。你拍什么呢？啊，去那个。拍的挺好看的。大哥，这是我第一次喝酒。这也是我第一次喝酒。算了，弟。
今天干成了一件大事。什么事儿啊？我搞定了摊位。我明天开始去上课的时候就去摆摊。摊？卖什么？卖肖像画。听说可赚钱了。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我闯祸了，我把别人的包弄坏了。没事，我帮你解决。不要，我自己解决。然后跟你说，多亏了一个师兄帮我，不然我肯定搞不定画摊。师兄？谁啊？叫方远航。方远航。你不想搞的。嫁给我好吗？嫁给我好吗？知道了。还整我。这么多年了，怎么会有这么突然的想法？哎，真的大哥。